因为我比较高，我只要想看你，我就必须得低头。哇，这对示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。以前公固定你当时吃油啊吃刷就爱做。我说我这样我不会硬哎，哪有那个没有感觉的？你叫我硬，可以给我感官接落去我。六星哥就很有成就啊。是啊，你是这样子，哎，你真的算父女恋哎，差十辈儿，十辈儿让人当贼啊呢。我把他当女儿养啊，小孩当孙子养。保险不是排那个健康险啊？不是，他买我什么险？你当初为什么会选他？差这么多哎，十八岁耶！不是，你应该先问问我吧。好，那先问你，你为什么会找差这么多？因为我如果先不讲，我待会没机会讲。哇，你够！他其实很多人都知道，他就是以前我们三立的经纪人，然后就是带我的。哦。近水楼台先得月嘛，兔子专吃窝边草。那小文为什么会接受？我大学毕业第一个工作就是来三立，所以在这之前都是教年纪相仿的。然后就像你刚刚前面讲的，年纪相仿男生就会觉得很幼稚。对。那因为我本来想法上就比同年龄的成熟一点，所以就觉得同年男生真的没办法，太幼稚了。然后那时候想说，哎，那就找年纪大一点，可能比较成熟。就不小心长得太大，他一开始可能不知道我的年龄这么大。其实他看不出来，用心哥的眼睛其实有什么金啊，金啊。然后而且他看到我的小孩，发现我的那个这个健扣的不了美败，基因很好。哎，对，哎，对啊，你跟小孩相处一开始没有什么问题吗？因为他都会把一切都打理好，就是小孩他也很照顾，然后家里的事情他都很照顾，他一切都打理很好。所以那时候有接触到他私下那边，觉得哎，他其实蛮顾家的。我懂了，不像新闻上写的那样。什么呢？新闻写什么？新闻会吐，我会吐呢。爸爸，你去上班吧，你的爱我会放在心里。你看，哇，这妈妈教的吧？我老婆不会讲这种鬼话。这种鬼话只有我会讲。哎，可是女儿跟爸爸讲这种话，爸爸会融化吧？哦，直接软掉。对啊，现在肚子里面这个是男的女的？女的，草牛毛啊。对啊，他每次跟我讲，我都很认真听，但后来跟我讲说，啊。那我认真在听，我有认真，我有装作很认真在听啊，我是装作演的啦。那你应该很宠小文吧？对啊，你吵架这回就想把他当女儿养啊，小孩当孙子养啊。他宠就是他可以为你做牛做马，为你跑腿，你想吃什么喝什么都可以。但他就不是那种会给浪漫或是给小惊喜，或是会记住你的话，然后哪一天给你一个惊喜那种，他就不是。男大女小很好唬啦，说真的，很好唬。比较会年纪轻，女孩子年纪轻，经验比较少。他说不定他认为这个世界上五分钟就够啦。那像我们这种有年对有点年纪的，就会知道五分钟什么东西啊？你怎样？怎样？老师刚刚有讲，你就让他仰望你，你的对吧？仰望，年轻呢很容易哄。对啊，小女孩她也许一辈子都不知道，原来男人可以很厉害，对不对？一个小时也都知道。我不敢再讲，因为我的前任比她还小。真的假的？最大的你在干嘛啦？差几岁？我十九。哦，十九，他十八，差一岁。哦，那还好。你是有特别挑吗？不是，这是男人专情的方式。不管你几岁，嫁伊拢十八岁。你看我专情。本来人生的规划就是想要早点结婚生小孩，一切都在他的规划当中。坦白说，我就是他的棋子。你可以有写给不是是金主，就搞共哎，我是他的金主，他就一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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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金子的金嘛。那你跟年纪比较大的男生结婚，你不会担心他的身体状况，或者是也他家里估计的事干？对呀。而且因为你们在一起，你看他，所以要找就再找大一点的，然后一结婚就帮他把保险东西都买好啊。所以他保险，然后就要走就赶快没有。真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一结婚他买了什么？人家不是买那个保险，不是买那个健康险啊？不是，他买我什么险？长照险、失能险。失能险都买了。对，我正要提醒呢。对，早死没关系，半死不活最惨。对他长照险、失能险全买。推多少年这样子？啊，我改了保险观念。你自己缴你自己的失能险。OK 啦。
年龄跟你差那么多，他会像爸爸一样，有时候爸爸真的很唠叨，他会不会很唠叨就还呢？也是会啊，就是对，没有那么唠叨。刚结婚的时候，因为毕竟我们隔一个算一个世代吧。哎呀，他就是会有代沟吗？他就会有一种我吃过盐比你吃过的米多，哦，我走过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，哎，事情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！我跟你讲，你下次怎么回他？前面。盐不要吃太多，肾脏会坏掉。我现在已经不念那个了，为什么呢？我现在都跑到厕所对镜子讲，该念的对镜子念完以后出来，反正我念的他也不一定会听，何必弄得彼此不开心？他有因为你念然后怎么样过吗？会比较不开心了。那我们家是这样，老婆不开心，全家都不开心。哦，所以他只要开心我们就开心，他不开心他会想办法让你不开心。那小人，那你们两个会吵架吧？哦，会哦。那谁会先低头求和？我就跟他讲，他知道每次都我先低头，然后我只跟他讲说，因为我比较高，我只要想看你我就必须得低头。哇，这对示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是就是大男小女不要说哦，你就宠着他让着他，一定是要让女生有被需要感。嗯，有的大男生就说我就照顾你，你什么都不要管。嗯，他们必须要有被需要感才可以，不要永远都是被呵护的小公主，永远。当然，大部分时间被呵护，但是你还是有需要我的时候。是。然后一个老男生然后在你怀里哭，哦，乖乖乖，这是很甜蜜的。你们会有什么事情吵架理念不合？对啊，十八岁了。吵架应该就是小孩了，对小孩的教育方式。我们那个也吵啊，之前要做这个小孩，不是我老婆很希望有在一个女生让我的大女儿可以做伴，所以你们这个是计划好的，计划好的哦，这是计划好的。然后她之前就一直没有，备孕备了，然后又是吃药，然后吃药就是医生讲固定你当时吃药啊吃刷就爱做。哦，就是我说我这样我不会硬哎，哪有那个没有感觉的？你叫我硬啊，不如让他吃一个，赶快吃落去我。是不是？因为没有感情那个，那我每次都很兴致缺缺。像刚刚讲的，我就心有戚戚焉。哦，那我们这个后来也是要吃完了，他已经有点放弃了，说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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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已经好几年，两年两小花两岁的时候就预备了。到现在小花四岁要五岁，四岁的时候才怀上，所以后来也是没有特别一直吃那个药，因为他吃药也累。对呀，啊，很辛苦哎。啊，好，对不起，我刚刚跳题了，那跳回来。我们真的，如果真的要讲理念不合，就在我觉得小孩是非常重要的。听谁的？我对小孩子就是我可能就是人家讲的北老偏爱有，所以他要什么我尽量有办法我就达到他的标准。尽量了，但他都觉得我太溺爱了，太宠于小的地步了。你就是可能年纪比较大才有这个小孩，老来得子，对，然后就溺爱宠爱。北老刚有不好听的老来得子，因为我就是比较人生最大幸哎，讲原则的，就是我不会说你今天要想买什么就买什么，就是一定要达到什么目标或者完成什么事情。对，我就是比较讲原则的虎妈，那他就是小孩。欸，可能今天在广告看到什么玩具，他隔两天有空就带去百货公司，整组正版的就这样带回家。不是，因为他是阿公的心态，年纪差不多啊。找到问题了。那小孩子玩的那个，譬如说什么 Super Win 啊，他们一来七八只吗？一整排带回家。但慢慢的跟儿子比较大一点，分享一个观念：想要，需要，那也没讲。